书它究竟是身体会自燃，还是有人去刻意纵火呢？有一组人观察入围，甚至连消防队员都来观察了。但是就在那大家盯着它的同时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是立刚，消防队刚中部提到，消防队已经开始怀疑这可能是人为纵火。所以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？我就把你邓德叔隔离起来啊！我隔离起来，我24小时监视你。我这样，如果是你在搞鬼的话，那很快就会被我们发现。是，对，所以他们就在镇政府找了一个房间，就把他锁在里头。所以头派人24小时这样监视他，想说，我看你到底会搞什么鬼，看你玩什么花样。结果呢，一开始没什么事情发生哦，后来几天以后，突然之间有一天窗帘突然着火。不是把他关在里面了吗？对啊，就奇怪，窗帘为什么突然自己着火了呢？那谁进去放火的？对啊，那很奇怪。问题是他们检查就搜查那个邓德叔身上，他身上也没有什么打火机啊，没有任何能够引燃东西的器具啊，或是一些那种易燃物体啊，那他到底是怎么弄的呢？他就觉得更奇怪，然后接下来几天，每天不是衣服突然这边烧一块，就那边沙发烧一块，就这个地方烧一块。你注意啊，那个画面就是他的隔离的房间，你看那个棉被不是也烧掉了？许多地方都已经烧，你看那都有烧掉的痕迹，对啊，都有烧黑的痕迹。大家就越来越觉得不可思议，奇怪了，到底他身上什么东西没有啊？难道他真的会自动发火吗？不然怎么会有东西烧起来？那与此同时呢，他不是被邓德叔不是被隔离在镇政府里头？那他家里头，这几天他被隔离的这几天，家里头就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了。所以这表示什么？第一个，当初就是假设是有人为纵火的话，纵火的应该不是他的家人，因为他的家人没有干过这种事，这几天都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。是，那问题可能就是出在邓德叔身上。那邓德叔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呢？这时候有个采访团队就想说，干脆我这样，我们就24小时监视你，而且我拿摄影机对你猛照，你一举一动我全部都把你照下来，我这样就可以看出你到底在搞什么鬼。就他们就这样照了他40几个小时，那个采访人就贴身就在他旁边哦，就一直跟着他。就有没有看出什么？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？没发生啊！所以那个采访团队想，那你盯着肯定是搞鬼的啦，对啊，盯着他就不敢做任何的小动作了。就是你被我们看得太紧了嘛，你就没办法了嘛。可是这个时候有人告诉那个采访团队，你们看这几天这40几个小时是没有问题，是没错。可是之前有另外一个电视采访团队来照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。就他们就去把那个当初那个电视台的那个影片拿出来看，当天是发生在半夜，就凌晨4点的时候，那时现场有好几个人哦，你知道他们就在那边，本来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突然之间他的外套，邓德叔的外套自己就燃发火就烧起来了，那个烧起来，那个小孩子当然被吓到大哭，你知道啊？然后他自己邓德叔自己一副害怕很慌乱的样子，你看你看，你看那个衣服整个这样烧起来，外套烧起来嘞，直接这样烧了，他自己也吓到，你看那个邓德叔自己也吓得半死。最后整个这样，这个外套就直接这样就烧掉。那这个你又难以解释啊，这有也现场这么多人盯着看。可是邓德叔他好像没受伤他没有受伤，对，他只是觉得热热。他刚一直在戳他的背。对，他可能觉得背部有被灼热的感觉，但他并没有受伤啊。那他就觉得很奇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身上又没有火种，又没有打火机，他怎么把它烧起来的呢？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心理医生哦，因为想说从各方面去了解邓德叔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，有个心理医生就跟他聊天，就随口问他一句，就说：“那你身上常这样着火，你那时候你打算怎么办？”然后就你知道他怎么回答？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你不觉得这个答案怪怪的吗？他是一个35岁的成年人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只知道起了火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这个就感觉怪怪。这个心理医生就在怀疑说，这个人是不是？智商上是不是跟一般人有点不同？所以赶快找了一些神经内科的学家，然后一些心理医生，大家联合对他做一个检查。检查说出来之后，发现什么事情吗？发现邓德叔居然他的智商大概只相当于10岁的小孩子。你一直说他的智商部分，对他智能有点不足，只有差不多10岁。对，那但这跟着火有什么关联性？我跟你讲，这与此同时，消防队又在他家搜索，就在他搜索到有一些散装的白酒。然后他们就把这些白酒拿来做实验，点火看看会怎么样，就发现那个白酒一点火烧起来那个样子，就跟他好几次被照到那个衣服着火啊，或窗帘着火，那烧起来的火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哦。所以找到证据了，你把这两个一拼凑起来，那很简单一个结论就出现了嘛，就是因为邓德叔他的心智像小孩子，所以呢他可能为了要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所以身上常偷藏了这些白酒，然后就趁大家不注意就点火起来，希望引起人家注意，也许是为了好玩，就是。结果搞了半天，根本是邓德叔本人一个恶作剧。这样听起来蛮合理的，合理对不对？非常合理啊，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样。可是问题是，其实他有不合理的地方。怎么说呢？因为第一个很简单，你如果说是这样的话，那他被关在镇政府里头，
哎，白酒拿不到嘞。他没有白酒啊，他也没有打火机啊。那为什么里面会起火？对啊，请问一下，他是怎么燃起来的？是有人刻意放吗？要不然不可能的啊。啊，那再来，你说他被人家二十四小时监视，我们刚看到那个录影画面，他人家电视机一直照着他，对不对？有任何人看到拿出有做点火的动作或什么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是不是？没有人看见啊，突然背上就起火了。是啊，他你说要让自己点火，你只要伸个手过去吧。嗯，难道他有什么其他的特异功能吗？然后再来，你看他那个身上，如果说是用白酒这些东西的话，他那个衣服烧起来的时候，上面是应该有湿湿的一块，是你可以看得见的，啊，就是有痕迹嘛。对啊，你一定会有那个酒的痕迹，甚至老说白酒都会闻到酒的味道，因为浓度高。结果没有人闻到味道啊，没有味道，也没有人看到痕迹啊。而且更不可解释一点，我个人认为，但既然心理医师都认为他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，在这么众目睽睽之下，除非他有魔术师的本领，他才有办法这样让自己点燃。对，那一个如果智商如果这么低的话，他怎么可能像魔术师这么厉害，去想到这种我们一般人都想不到的方法去把这个东西点燃呢？所以到目前为止，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，还是一个不解之谜。邓德树的自燃现象到现在仍然是个谜，而他这地点发生在四川，可是我们翻越了四川，过了这个喜马拉雅山以后，到达了越南。越南也有一个小孩，他叫做火娃，他家里的所有电器都会自动的燃烧起来，而医学上面大家说这个火娃的右脑不太一样哦。刚才韩冰所说的那个是只有十岁的智能，对不对？那个邓德书，这个女孩呢只有十一岁，她是真真实实现在只有十一岁。那她怎么回事呢？她一开始在家里面，她爸爸经常发现家里面的电器经常无故的会短路，也就我们说的秀抖，而且每一次秀抖，她就觉得说奇怪，好像隐隐然的跟她这个女儿有点关系哦。那小朋友大概故意玩电器才造成他秀逗的，欸，然后他就仔细观察女儿，然后仔细几次下来发现说不太对，嗯，除了会秀逗以外还会有东西也会自燃，欸，你看呢，欸，烧起来了，就烧起来了。好，这个自燃的情况严重到什么情况呢，嗯，有一次他的家里头的三楼，他住的是这个透天厝啊，整层楼烧掉了，这一整层楼烧掉以后造成他们很大的紧张，也就是说这个火不是一般的火，而且呢它可能啊可以是稍微隔着楼层都可能产生的现象，于是他就请人24小时的照顾他，因为是小女孩嘛，所以他24小时周围里面呢都有了大水桶的整桶的水，以及有了全湿的湿毛巾，要把这个火给扑灭。嗯，好了，那他们就发现说，诶，那这个火它会从哪里来呢？他经常发现说是对着电器或者对着家具会产生直接的火，那他爸爸就想说，那会不会只是在家里面产生？如果到别的地方，会不会发生呢？嗯，他们就从他们住的胡志明市到附近的海边去度假，就是度假当天，那个旅馆也产生火灾。什么？他们住过那个旅馆，结果也发生火灾了。当天就产生了火灾，而且也是在他邻近附近不远的房间就产生了火灾。好，他就想说，那这样呢？看起来的确跟他女儿有关系，所以一开始他是爸爸自己做实验，对不对？觉得说看起来跟他女儿可是真的有关系，而且女儿完全没有做些什么动作，好，更不可能尝刚才韩冰所说的白酒之类的东西。于是他就带去胡志明市给几个重要的医院，包括里面的第二同医院，做了好几项检查，检查出来以后，医院都说没有任何异状，完全正常。好了。那这完全正常，他们想说那这怎么办呢？于是他们除了派人看管他以外，就几乎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可是火还是照样了，经常在他的附近的电器就不自然的就自己烧起来了。但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是他不太会在自己的衣服上烧起来，而都是对着家里面的家具，也就是他是往外射的。好，他们觉得这样还是不行，于是呢他们就找了越南最有名的大学，也就是红磅国际大学去做，这个测量，结果他们做的观测呢，就组成了包括医学、物理学、心理学各种相关的学者，来形成一个大的团队，想要研究它。就盯着研究它的过程里面，就发现说，诶，这个小女孩，也许各方面都测量起来都是正常的，包括智商、包括反应、包括兴趣，所以她是个正常的小孩，通通的对。可是他们用了很精密的独特的仪器，发现了有一个些微的不同。哦，什么地方不同？只有一个些微的不同，就是在他的右脑里面用特殊的仪器去照射了以后，发现有一个小光圈。嗯，
所以他的脑结构不太一样，只有这个小光圈。对不起哦，不是结构哦，不是脑结构哦，因为它是小光圈，所以我们看不出是任何其他的物质结构是跟脑有关的。好，可是这个小光圈是怎么来的？科学家们没有办法解释，而且带领的这整个团队的是这个红磅国际大学最知名的阮梦雄教授，阮梦雄博士亲自来做主持的。好，这个主持的过程里面，他最后只能说，或许就是因为脑部的右脑的小光圈而造成的，其他哈勃时代再也找不出其他的说明了。越南的火娃是一个大问号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燃烧的，没有人可以知道。但是呢，在阿富汗发现了一条人骨长城，但这在东方的长城下面是否也有人骨的存在呢？我们休息一下来揭秘。